爱心戒指，取来一个回形针，把它扳直，然后熬成圆形，多出来的部分折出爱心形状。如果你没钱买戒指，你就可以学着做一枚，然后送给你的女朋友。不过你要是敢送，估计你也是不想活了。关注我，带你做有趣的手工哟。摸摸